5月7号，单位的领导通知我们，就口头的，这次考试作废了，你们下周就可以不用来上班了。跟我们说的原因就是招聘考试的时候有领导程序违规，所以说我们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我们被连带了。不知道就是有清退这种情况，但具体你们什么原因才清退？广州组织这次招聘的工作人员可能有受到处理的情况。